好了吗？是你点的是杯奶茶。对呀、啊。你一个人拿得稳吗？没事没事，我能拿得稳。我十拿九稳，只差你一稳。小哥哥。Hello。你这还招人吗？招啊！你有做过服务员的经验吗？嗯，服务员我没有经验。哎，但是我做老板娘有经验。我们不招。改天招老板娘的时候叫我哈。来，你要奶茶好了。哎呀，我没有带现金，要不然我加你微信转给你吧。好呀好呀。你还扫这个？不用，我有钱。I don't want to see you anymore。哎，你奶茶好了，一共102。哎，老板，能不能抹个零呀、啊？抹个零啊。哎，老板你真好。102抹个零12，不用找了哈，我下次再来。你又不是我的错，你瞪我干嘛？哎，老板，咱俩加个微信吧，我也经常来，以后方便转账。嗯，好呀，你扫我吧，我去给你做奶茶。好的。老板，我手机没电了。没电了？嗯。没关系，反正你也老了，这边送给你了。I don't want to see you anymore。真好。你还点不点了呀？哦，你还点不点了？点啊，总不点。我点你。我点你。要两杯奶茶，一共40。哎，老板，你没带现金，能不能赊账呀？赊。哎，你放心，我不是骗子，骗子都是明天还。但我不会还。你干嘛去？钱啊！要什么钱啊？不许去！